球权还在这支大学，再给里面，蔡成刚有了。这个小球，蔡成刚林彦廷的助攻，林给掌握到。哇！但是蔡成刚闪过防守者，又是里面漏了空档，要是有爱球拿到，王凯宇。这球拨得漂亮，转过来，哇！篮底下再交228连假放假一天休赛，可不可以去补赖一下？但你要看一下教练你给不给放行。看着小贺在哪里啊？因为目前来讲，这个前传，熊凯，这个球又被蔡成刚给毁掉。蔡成刚这里有两次的主攻啊！你竟然要挑战我！哇！林立给到底线，哇，又是漏掉了。蔡成刚在大脚长传，前面没有太好的机会。蔡成刚三分，哦，转移出来，外围三分的一个尝试出手，这球没进。蔡成刚补进了，又是蔡成，真香啊，真香的，不敢大意啊。现在张镇雅跟燕婷总，球已经发出来了。也只能摸摸鼻子，我只能说好险球已经发出来。哦，真的吗？对。来看到今年才大一的蔡成刚，我在今天的这场比赛表现是相当的抢眼啊，个人拿下了19分，而且还有4次的主攻，包含主攻到了 Daniel 身上。哇，这一位大一的新鲜人，在未来。